创立中义同志会的朋友，当初创立的宗旨就是希望传承戴笠先生、戴笠将军的这份精神。大路上在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时候，他们说他们才是三民主义国父孙中山先生最忠实的实践者。听到这句话，我们不要生气，我们只要感到惭愧。如果能够废掉中正纪念堂，如果大家认为把蒋公的铜像全部移除，把孙中山先生的遗志、先总统蒋公的训示全部丢掉，而会让我们台湾突飞猛进，进入世界强国之列，让我们社会更和谐、更进步，经济更发展，你就去吧。谢谢辣椒，谢谢谢谢。其他先问了，因为有个最新的民调出来，而这个民调针对所谓的党代表做出的民调、第一名是吴敦义，跟你的差距好像还蛮大的、这没什么好解读的、这民调本来就起起伏伏，参考吧，各个报纸各个团体所做的民调都不一样，所以参考就好。可是也很恭喜吴敦义总统啊，民调很高很好。主席，民进党立委现在要提案废除中正纪念堂指定古迹，怎么看？我觉得他们做点正经事好不好？如果废除了这个中正纪念堂，就能够让台湾经济起飞，让我们进入世界，让整个社会和平、和谐、团结、进步，国家有很好的发展，那你去做嘛。主席，昨天马总统说，他在淡江大学演讲说，要两岸关系的僵局要化解，要九二共识的理念要进一步的加强，才会有机会。你怎么样看待？太好了，这个马前总统讲的话就不是我说的话吗？我一直都在说，我们要深化九二共识，就希望更进一步啊，促进两岸更深的了解，来让我们台湾跟大陆的关系更好。